哎，不是嘛，他吵着要吃玉米片，我们家哪有玉米片的，真是。哎，你要出门啊？那刚好啊。哎，你去帮他代包玉米片回来吧。哎，我出门是要去办事情的。办事情？办什么事情？就我弟啊，我弟找我去帮他谈事情啊。嗯，你弟？哼，你那个老弟啊，能够有什么好事找你帮忙啊？哎。 你弟是人，我弟就不是人啊！哼，很抱歉各位，今天晚上我会很晚回来，晚餐的话请自行料理。哎哎，素兰，吃吃。哥，我这又招谁惹谁了？我安安静静坐在这边，也会有事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素兰呢。 他心情不好嘛，所以他说的话你也不要太在意了啊。安哥，我饿了，喝果汁怎么会饱嘛？啊，好，哎呀，这富贵啊，你看我们两唠唠叨叨的，都忘了帮他买玉米片了啊。那你就玉米片啊？我？我可是……哎呀，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？我已经够累的了，而且才摔了一跤，对不对？帮帮忙嘛！哎，好好好。 可是我开别的饭呢，那个Michael，叔叔带你去吃汉堡包好不好？汉堡包，嗯，好耶，汉堡包，快吃！汉堡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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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
起来 ！No， 你机器人！我不能出来了，找麻烦的。Michael， 起来！我机器人，我机器人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250。250。如果真的屈服这小子的话，还真的250。Michael， 二 ，No， 啦！你耍赖，我就是不买。走。我机器人，我机器人，我机器人，救命！Michael， 你不要乱叫啊！当我三岁小孩啊，这么巧，这时候会有警察经过，骗鬼！走，不是你回头看呢、啊？我才不会回头呢，免得被你笑。把小孩放下。把小孩放下。警察先生，你误会了。把小孩放下。警察伯伯，他是坏人。你，二，问。
我们今天的事，我不是坏人了，哎，哦，到警察局再说，我真的不是坏人，哎，搞错了，哎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富贵带小孩子去吃汉堡，我呢是偷得浮生半日闲，难得难得啊 ，music， 哎。这个武生道的音响还真是身临其境啊，不错不错。哎呦，嚯！这个时候谁打电话来？真扫兴。喂，哎，是，我是陈荣华。啊？警察局？陈富贵涉嫌绑架小孩。 不会吧？是你们搞错了。啊，好，我马来，马来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你们真是有缘啊！不管我掉到哪里，都能遇到你们。我记得先是你哥在学校招来大陆妹，然后结婚做假钞，再来你爸检举你妈纵火，然后他又喝醉酒大闹警局，现在啊，你又掳人勒索。 什么路人勒索啊！你算判死刑了吧 ，Michael， 哥！哎呦，你怎么吃汉堡吃到警察局来了？对呀，我终于见识到了，他比张新民还可怕。Michael， 怎么样？警察局的汉堡好不好吃啊？棍，好吃。哎，警察先生，你掉到这里来了，真是有缘。 啊，我可以带他走了吗？哦，在这上面签个名就好。猪啊！当街夹着小孩当然会被抓啊！我也不知道嘛，那小孩子很皮，我就忍不住教训了他一下。 你真的是白痴哎！教训也不能在公开场合，你抓回来打嘛。公开打。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嘛。那个警察说啊，那个老爸跟哥都进警察局两次了，所以他本来还打算颁一个这个警察之友给我。警察之友。哦。警察之友。 小鬼啊，真的是很可恶哎，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不说，还害富贵啊被抓去警察局。小孩子吧，啊，哎，就是小孩子才不能这样啊。苏兰，他是 Sophia 的小孩嘛，你为什么不能尝试接受他嘞？荣华，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小孩子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若小孩子个性很好啊，长得又很可爱，我就会很喜欢他，一定会接受他的。 可是，如果是像那个 Michael 啊，个性坏又爱胡说八道，又爱玩皮耍赖，哼，我才不可能接受他呢。再说啊，那 Sophia 她是我什么人啊？这 Sophia 不是你什么人，但是她是我的人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Sophia 是你的人？哦，我就知道，我早就在怀疑了。你终于说溜嘴了啊！ 不是啦，我不是说他是我的人，我是说他是我的熟人。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！我跟你说，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生活了，我要出去！啊，哎，出去！爸跟你哥长进猪警察局，他们怎么办怎么了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可以管你，你要做我的老公就得聪明点，这受不了跟你这种笨蛋过日子。晶晶，原来你们也在吵架？对呀，富贵真是个大猪头。 哦，富贵是猪头的话，那荣华一定就是猪哥了，因为他是猪头的哥哥。哎，大人在吵架，你竟然还笑，真是受不了你哎！哎呀，你干嘛要骂小孩子嘛？真是的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干嘛老是护着他？那我算什么？哼，今早我们去喝两杯。哎哎哎哎哎！ 你们穿的睡衣，你们这样子的话会遇到色狼的。嗯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重要的事情要出去一下啊！你要乖乖待在家里啊，听到没有？啊！我妈咪说不可以让小孩一个人在家。你妈咪，我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当我们两个在院子里而已，我们在院子里。哎哎哎！可是你又不在。哎，你再吵我，我就叫虎姑婆把你吃掉。啊，虎姑婆就是你们国外的那个吸血鬼。吸血鬼。对，你若再吵，我就叫吸血鬼把你抓走，然后把你吸干。很贵，你这招太没品了。那不过很有效。这个 Michael 啊，你听好了啊，如果呢你乖乖的待在家里哈，不吵不闹不乱丢东西的话呢，叔叔就打电话叫虎姑婆不要来。可如果你不乖的话，叔叔就叫虎姑婆来啊，把你吃掉，听到没有？嗯，好，乖乖啊，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乖乖待在家里啊。够不够？哦，奶球，再给我们两球好了。哦哦，两球啊！哦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小蔡，口水都快流出来是不是？他不会是干活？啊，是是是。金，你们穿睡衣来呀、啊？我这个店啊，都热得快火山爆发了哎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是是。不好意思哦，嗯，你们千万不要不好意思，以后啊你们都这么穿，保证我的生意啊一定会很兴隆，到时候啊我要给你们吃红的，以后都这么穿啊，慢慢聊，慢慢聊，真受不了，大嫂，事到如今。富贵在我千万不能说出来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说出来。身为女人，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富贵要她别说，一定是她有外遇了。难道我们家里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吗？别怕，说出来，反正迟早都是要面对的。女人遇到外遇真的是很可怜，真是太可恶了，可恶至极。大嫂，你决定要怎么做？我，应该是问你决定要怎么处理啊。身为女人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一定要离婚。离婚？哎，离婚会太便宜他了。对哦，这样好了，嗯。
们先把那个小恶魔赶出去，再告那女人妨害家庭。对，接下来呢，一定要挖光她的钱，然后在她的公司里面宣扬，让她身败名裂，最好让她公司把她给 fire。对，没错。不过，不是公司，是学校，要让她在学校混不下去。学校？怎么会是学校呢？富贵不是毕业很久了吗？啊，是跟富贵有什么关系啊？难道你从头到尾说的都不是富贵吗？不是，是他。你从头到尾说外遇的那个人是？是你老公陈荣华，荣华，对，不，不会的！淑兰啊，哎呀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出来了？真是的，等一下，我怎么？你老公出来已经很过分了，你们千万别在我这边做那一档事，不可以。哎呀，老板娘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只是要帮淑兰披上而已嘛，来来，快快。陈荣华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碰到你胸部了。可是因为你胸部太大了嘛，所以我也是不小心的。而且我是你老公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淑兰别生气啊。荣华，你竟然敢和那个苏菲亚搞外遇！是我们是在外面遇到的，不过你不可以简称这是外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哥。脚怎么还痛啊？当然痛啊，为什么不痛？我看什么旅行团，更是进香团，名字好听啊，美家之旅，从美浓到嘉义，大大小小庙都去拜了，这叫什么旅行团呢？无聊，真是。哎，你真是的，拜拜拜拜有什么不好的？像你啊，做了那么多的缺德事。拜拜啊，拜拜，积点功德，给你求点福报。我很有福报，我看没福报的是你，要不然你脚怎么扭到了？怪你！哎呦，要生气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跟你说，阿豪，你先进去，我去给你买了膏药 ，OK？ 嗯。好，待会儿见啊。早点回来。这门怎么？喂！怎么办？没人在家。没有 Michael 一定可以打赢我姑婆的。Michael， 加油！这床开的，不是他的。哎，谁啊？你一定是虎姑婆的同伙，对不对？啊！
小朋友来了。绑匪啊，阿华，你怎么被绑起来了？哎，他们有没有带武器啊？没有，那就好了。天哪，这绑匪怎么这么可恶，把这么脏的袜子塞到你嘴里啊？会不会咸咸的？哎呦！你到底有没有看到绑匪长什么样子？他对你们怎么样？我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他看不上你，对不对？我是说他小啊，他嫌你小啊，你这么大，你欠扁是不是？啊、我这身材，他嫌我小。哦，他对你很满意了。你猪头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他是小鬼呀、啊。小鬼绑架你啊？就刚刚那个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我一进门的时候，就撞鬼来吓我，害得我都晕倒了，撞的头好痛，好可恶！小鬼，你给我出来，我非打出来不可。太可怕了，现在的犯罪年龄层降的也太低了吧？喂，小鬼，你给我出来啊！你是哪家来的？你妈怎么教你的啊？你有没有家教啊？你先不要激怒，我在想，龙王会不会在楼上被绑起来了？不会吧，他们没下来啊。废话，被绑了怎么会下来呢？对吧？那你上去看看啊！不要，我太冒险了，万一绑匪在上面怎么办？啊，不会的，我只看到这一个小鬼在上面放。真的吗？荣华，就是他，大草金蛇，听过没有？对了，那现在来不及了，那我看你来叫。小混蛋讲话了，哎，小鬼啊，你刚刚说什么什么 uncle 啊？什么 uncle？ 我说我荣华 uncle 出去了，白痴，你们抓不到他的。他认识荣华哎？你认识荣华 uncle 啊？啊？废话，他是我 uncle 哎。哦，他是你 uncle 啊？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会跟你说哎，太没有礼貌了啊！他叫又叫，你不要激动，叫我吓到他。哎，小朋友啊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也认识你 uncle 哟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少骗我了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6岁了。哦，对对对，6岁你已经长大了。那我告诉你哦，你知道 uncle 叫什么名字吗？废话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荣华 uncle 啊。对了，那 uncle 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当然知道啊，我叫 Michael。哎，这个名字好熟哦。是啊。啊，他会不会是我干女儿 Sophia 的宝贝？对呀，他不是在台北吗？这两年，哎呦，对，就是苏菲亚，应该是苏菲亚。哎，你怎么认识我妈妈？当然认识了 ，Michael。来，过来，给奶奶看看。奶奶不但是认得你妈咪，还是你妈咪的干妈呢。对了，真的吗？你当然真的了。喂，小 Michael， 你忘记奶奶喽？嗯。哦，你就是妈咪说那个台北奶奶家的那个奶奶吗？对的，长这么大都不认识了，以前好小一点的。来，给奶奶抱抱，给奶奶抱抱。哇，好重，6岁了。来，坐这里。哎，来，看看。哇，长这么大，这么漂亮啊！哎，刚刚有没有被这个丑爷爷吓到啊？啊？喂，拜托，什么被我吓到？我说他是被你吓到，躲厕所不敢出来的。我哪有啊？还没有呢。那奶奶，你知不知道妈咪回来没有？啊？奶奶一高兴看到你，忘记了你妈咪在哪。对呀，会不会他们带索菲亚出去逛街玩去了？不可能，索菲亚她不可能把自己的儿子一个人留在这儿，不可能。那他们会去哪里呢？
啊！救命啊！没有人会来救你的，王八蛋！大嫂，你不要这么动啊！大嫂，你不要那么用力，大哥会被掐死的。我就是要拉屎壳的男人。我真的没有乱来。现在人家吴振东在，你还想赖？素兰，你为什么都不相信我呢？我就是太相信你了，怎么让你得寸进尺？哎呀，我已经说过几百遍了 ，Michael 是 Sophia 的孩子嘛，同时也是你的孩子。我，哎呦！你要干嘛？你疯了？他曾经陪我度过多少快乐的日子啊！小废物，他是乱源，我要切了他！妈呀！那你别乱切啊，这个刀子不是切香肠用的，不可以啊！大嫂，大嫂，你这样会伤了大哥的啊！我会伤到他，那伤会有多深？你们谁为我着想嘛？素兰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哎，大哥，你真的很过分，做那么大的错事也没有一个道歉。做错？我做错什么？静静，你就少讲两句嘛。为什么不能说？静静，你看现在情况，你就少讲两句，不要再说了。好了，大嫂，刀给我。给静静。哎呦，你刀给我啦，这样客人怎么吃牛排啊？不好意思哦，刀还你。老板娘啊，你帮我换只刀啊。不用这么麻烦了嘛，反正也没切到，不用换的啦，不用换。哎呦，我们在这边也闹够了，人家还要做生意嘛，那有什么要聊的，我们回去再慢慢聊。对，我才不要回去。素兰，你真的要相信我啊？我才不相信！要不我可以带 Michael 去验 DNA 啊？对，就这样。烧饼。想想啊 ，Michael 的小孩啊，真是可怜。小小年纪就跟他妈流浪到外国，拜托，什么流浪？人家移民到美国去，什么流浪？移民个头哦，移民成那德行。哎，在台湾不是好好的吗？最起码在这有我啊，有荣华都可以照顾他。哎，对，还有大哥嘛。是啊。对啊，没想到嫁给这么一个烂的人，哎。你早知道嫁给我们荣华。对啊，现在唯一值得敬畏的就是我可爱的个 Michael，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。对呀，那个小 Michael， 我实在是很喜欢他。哎，你觉得他像不像荣华小时候？像啊，好可爱啊！大大眼睛的话，对耶，还真的有点像大哥哎。我看干脆给他留下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把谁留下来？把烧饼油条留下来，这样他们一盘 DNA 回来就可以吃了。说啊，不是妈说你，这个荣华跟苏菲亚根本没有什么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你为什么硬逼他们去验什么 DNA 呢？哎呦，浪费呀！是吧？是吧？这是一个高科技时代嘛，而且验 DNA 也是荣华想出来的啊。哎，你不逼他，他会去验啊？我才不想被骗一辈子。哎呦，素兰呐，谁骗你了？没人骗你啊。其实坦白说啊，妈也很喜欢那个小 Michael， 可是话说回来了，你们自己不生，又不让人家苏菲亚生，真是很奇怪耶。自己不生，也不让苏菲亚生。哎，静，这话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啊？不让苏菲亚跟谁生啊？蛤蟆。静静，当我没说。其实我想，如果验好 DNA， 素兰会慢慢接受 Michael 的。对啊，好，接受。
爸，你的意思是说 ，Michael 真的是荣华的小孩，而且你们还要我接受他啊？哎，你误会误会误会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那个荣华不可能有 Michael 这小孩的。爸，那你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妈也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到底那个 Michael 是不是荣华的？那我。是非啊！我上楼去安慰大嫂。接受 Michael， 不要离婚！我再也不要跟那个烂人一起生活了。走啊，离得近一点啦！我再也无法离去了。大嫂，我认为呢，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早就过时了。我可没这么教你哦。好，我就直接阉了他，先拿一半来切丝，再切一半切丁，剩下的也拿去红烧，其他的拿去喂狗。切丝切丁红烧还要喂狗？嗯，有这么长吗？对了，那个 DNA 报告的检验呢，要一个礼拜才会出来啊。早上妈都已经跟你解释清楚 Sophia 的事情了吧？啊，我一字一句都听得很清楚。那就好，妈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你就完了。啊？什么完了？没什么。我是说，现在很晚了，该睡了。也对，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嘛，啊。素来，干嘛了？没有啦，就是刚才我跟妈仔细看了一下 Michael， 觉得其实他也蛮可爱的哦。既然这样。不如你让他们母子俩搬进来好了。哎，哎，你跟妈说的话一模一样哎。妈跟我都觉得啊，这几年啊，他们母子俩是真的很辛苦哎。苏兰，你干嘛？我好热，很热很热嘛。很热，很热的话，那就不要穿那么多了。来，来，哎。干嘛？！在 DNA 检验报告没出来之前，这里就是你的床铺。晚安。哎，苏兰，拜托啊！天一亮刚起床就要去干活了，亲一个嘛！哎呀，好累啊！快亲一个嘛！哦，好吧，亲一个吧。
天你在亲 Michael， 我儿子叫我亲呢。Michael 早啊。嗯，爷爷早。你那么早来我们房间干嘛？送早餐。对，就是。哇，好乖呀、啊。好香啊。你不行吃。啊。这是给奶奶的。你在餐厅，我在餐厅、嗯、啊，好啊，你真偏心，好，我去餐厅吃。爷，对不起啊，我的手拿不动这么多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乖，小 Michael 这么贴心，这么体贴奶奶、啊，你看看这么丰富的三明治，啊，我这一辈子，你是第一个送早餐进我房间的奶奶。嗯。Michael， 来，跟奶奶再亲一下，好不好？乖。嗯。才不到第几个，不要我亲你就好。哎，素兰，素兰，你要去哪里嘛？我要回娘家。你可不可以等到检验报告出来以后，你再做决定啊？不行，在报告出来之前，我都要待在我娘家。你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你才不要闹了！哼。我警告你哦，我是不可能会回心转意的，你不要再劝我了。还有啊，你不准再拦我哟，你拦我的话，我就永远都不回来。像我都没有。Michael， 你不是没有，你妈妈她现在人在香港，她马上就要来接你了啦。我还是很羡慕你。等你妈来接你的时候，就换我羡慕你了啦。我先走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不会回家。为什么？我和同学吵架，我跟妈咪讲，妈咪都很担心。你和安公吵架，你妈咪一定也很担心啊。你小孩子，大人的事情你不会懂的啦，你不要瞎操心。我上去处理一下。啊，我是真的忘记事情要处理的，我不是听你的，我是一定会回家的啦。Michael， 出去出去出去，我现在心里烦得很。那我就出去了。素兰，素兰，你又回来了啊！不行啊，那我走好了。哎，没，你想通吧？才没有呢，我才没有想通。我是怕我现在回去，我妈会替我担心。可是我是随时会回去的哦。哎，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累不累啊？啊？累了。哦，好。老婆，好冰，好香，好好吃。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草莓奶油冰淇淋，我不要。嗯，为什么？每天都可以买，可是你都不买，为什么一定要今天买？这，哎呦，今天买，昨天买，前天买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来，就是不一样啦。有什么不一样嘛？你很笨呢，我那个来不能吃冰的，越吃会越痛，懂不懂啊？哦，肚子痛啊。阿姨啊，你不吃冰淇淋，要不要吃我的巧克力？好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吃一点巧克力，身体有点热量，比较不会痛。哎，Michael。
谢谢你啊。不过以后不准再偷听我们讲话了。嗯，好。迈克，乖哟。叔叔比你还笨，真的。对，你真的比他还要笨。人家是想要你的冰淇淋。哦，好，你有冰淇淋在，来，对，整罐给你，好，嗯，谢谢门口，嗯，还有礼貌，哎，把门带上，有人劝我别回去啊！哎呦，谁这么大面子啊？妈，大哥，哼，该不会是 Michael 吧？什么？哎，他劝你不要回家，因为他说，如果我回去跟我妈哭诉的话，我妈她心里面一定会很难过的。这小鬼真懂事。就是啊。啊，不不不，也不是，话不是这么说啦。我是觉得这小朋友太皮，太皮。对对对，真的是太皮。嗯。哎，不过啊，今天我身体不舒服，不能吃冰的，他还请我吃巧克力哦。这么贴心啊！而且还很有知识呢。嗯。是啊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他太皮。啊。难搞哎，小孩子那么皮。对，怎么会有小孩子这么皮呢？这叫大人怎么教呢？这大人真的很难管，这样不好。那这会变谁呀？这样子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面对。还是别生小孩算了。对，来吧。今天晚上跟奶奶睡哈。好。世昌。嗯。去把后面那个行军床搬来。行军床？拜托，行军床多少年都没用了，那怎么睡啊？一睡就凹下去又硬。喂。叫你搬你就搬，待会儿搬，待会儿搬。顺便把那个旧毛毯也拿出来。那个毛毯不能盖了，很扎人，那怎么盖啊？叫你拿你就拿，啰嗦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。顺便那个垫枕就当枕头了。这个垫当枕头，追瑞丽落枕的吧？哎呦，拜托你了，哎，这东西通通不能用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让 Sophia 知道我们让 Michael 睡行军床啊。是哦，谁说要让迈克睡行军床的？啊，那不让谁睡？你睡啊？我睡行军床。迈克，刚刚你不是讲吗？迈克不能睡行军床的，是不是？迈克，我们睡床，好不好？耶，跳上去，跟奶奶睡，耶！看，看，搬行军床。我去。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哦，爸妈去找朋友啦。哎，那个小鬼嘞，会不会被爸妈带走了？哎，去看看。干什么？捣乱啊！对吼，我恨不得你呀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一直睡，最好呢是睡整个礼拜，然后啊睡到 DNA 报告出来为止。嗯，没错，我们出去，别吵他。Skateboard.
现在几点了？四点喽。啊，都四点了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哎，对哦，都四点了，那个小鬼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哎，去看看。才发现还叫早啊！哎妈，不能这样讲，谁想要一个活蹦乱跳小恶魔会突然生病啊？我每次生病都是突然生病的。哎呀 ，Michael， 小孩生病当然是突然生病的，拿小朋友说，我明天要生病哦，大家要注意我。就是啊，你看你们啊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乖孙子哦。妈，你如果再这样说话，我这边误会 Michael 是你哥的孩子。好了啦你。哎，我说你们也有一点常识好不好 ？Michael 平常呢是睡到早上八点钟就起床了，他到中午都还没起来，你们早就应该发现啦。哎，我有发现，我是很想叫他起床的，但是有人呢嫌他起床会太吵哦。哦，推责任是不是？那是谁说他最好睡一个礼拜，睡到 DNA 报告都出来啊？啊，谁这么狠心啊？啊？哎，你们现在是怎样？还想要相互指责啊？难道我们就不能用爱还有包容来共同经营一个完美的家庭吗？干嘛这样看我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说的很对啊，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有点怪怪的。难道我平常很让你们失望啊？那我真是太委屈了。哎，苏兰，不会啊，我很爱你啊，我平常也很包容你啊，那这样，苏兰。对了，爸妈，这个药呢，8个小时吃一次。哦，刚吃过嘛。嗯。哎呦，那下次吃的时候就凌晨4点啊。嗯，而且医生说一定要吃。哦，爸妈，你们会记得吧？会。凌晨4点。麦克好勇敢哦，乖乖，没小心没有，来再喝点水啊，乖，乖乖乖，真乖真乖，来睡觉好睡觉，来睡觉。这些人，新给人棒给塞，4点。谁记得起来喂药？干嘛？爸，你怎么在？
什么混蛋劲儿！你刚给我吃一包 Michael 的药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拜托，他刚喂过，要给我吃了一包 Michael 的药。哎呦，我以为是 Michael 睡这里嘛。哎，爸，没关系啦，就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嘛，吃一包预防预防也好。你说什么干什么呀？我这个白富媳妇儿啊！其实啊，后来也不错了，还记得喂 Michael 吃药。虽然，看起来也挺爱 Michael 的。嗯。我。没有吧，应该还好啊。哎，静，怎么你也来了？哦，看样子 Michael 已经吃过药了。吃过。不是他吃，我还吃了一包呢。因为我把要喂 Michael 吃的药给爸吃了。静静啊，你也是来喂 Michael 吃药的哦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是起来喝水，然后听到这边有声音，我就问。其实我看你们两个人啊都很爱小孩，干嘛不好意思承认嘛？没有没有啊。哎，你来了，麦克，吃药没有？吃过了啦，到底要不要睡觉？好了，你们别吵，回房睡吧啊。回去睡觉。爸妈晚安。晚安晚安晚安。真很喜欢小孩，真是应该适应个啊！有小孩多热闹。啊！啊！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荣华。爸，爸，怎么样 ？DNA 的检验报告出来了。怎么说 ？Michael 当然不是我的儿子嘛。哦，我还以为 Michael 是我爸爸，真是。大头真的太多心了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就认为荣华没有问题啊，还不都是你们一直误导我，害我误会荣华。啊，是我们误导他，我们一直在纠正你，是你非坚持要去验那个什么叫什么 DNA 的，哎，传出去要多丢人呢。嗯，传出去，我刚在医院好像有看到徐太太耶。啊，完蛋了。对呀，哎。哎，该不会是徐太太来了吧？啊，没关系，我去打一下。我去。哎呦，喂，苏菲呀！没关系啊，反正现在误会都已经解释清楚了，这样我心里面也轻松多了。自从我嫁到他们家之后，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知道我是 Michael。 是啊 ，Michael 他真的好可爱。你骗人，他你死。没有 ，Michael 真的。又活泼又可爱，我们全家都疼死他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对呀。过去吧。那个，你婆婆难道没有因为你生了 Michael 就对你有所改观吗？我婆婆她改不改观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 Michael 她怕居然在床上没有抓到和别的女人上床，甚至还要威胁我要抢走 Michael， 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只好来找干妈。你老公真是个大烂人。他就是个大烂人啊！别管他了，只要他肯坐下来谈，就算是进了一大步了。我就跟你说过了嘛，那时候啊，就叫你嫁给荣华就好了。哦，哇！那时候啊，就叫你嫁给荣华就好了。哦，哇！结果，干哥娶了舒兰姐。
淑兰姐，那你就是大嫂了，以后我就要好好疼干哥，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。我知道。啊，富贵哥也是啊。嗯，他好不好？我清楚得很。其实啊，你们嫁到这里来真的很幸福哎。干爹和干妈都是好人。是啊，真的很幸福。不过婆媳之间的问题，其实只有你们真正能够解决吧。哎，你怎么说这样子呢？我可是全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，是不是？我对媳妇儿真是秀苗苗，不跳苗苗。对了，好婆婆，好婆婆。来来来，跟麦克说再见啦，大家回去啦。谢谢奶奶，谢谢两位叔叔，谢谢两位阿姨。可爱可爱，以后啊回去以后还听爸妈的话啊。来。阿姨也要亲，以后要乖乖的。要听妈妈的话。下次啊，我们不要到警察局吃汉堡包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很冷的门清啊，快点快点。亲一下。哎 ，Michael， 你下次来的时候，阿姨再做三明治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吃烤焦的三明治。好，爸爸一路顺风啊，送给你。记得要来看奶奶哦，奶奶会想你哦，乖哈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啊，一路顺风 ，Michael。荣华，对不起啦，我之前一直误会你。对呀，你真的是误会我了。可是那也不能只怪我啊，要怪你。都马是你没有跟我讲清楚，是我。对，是我，是我没有讲清楚。但是，就算我讲清楚了，你还是会误会我啊。毕竟，像我条件这么好的男人，遇到外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但是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真的吗？那当然。荣华，我看你那么喜欢那个 Michael，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有自己的小孩呀？是啊，而且妈也想抱孙子了嘛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事不宜迟，我们来赶进度吧。赶进度！哦，晶晶，不要管那个调酒了，我们得大哥先结婚。一定要比他先生。拿着。什么酒一杯啊？你来。这我不用喝，是专门调给你喝的。哦，专门调给我的。嗯哼，这么好。当然，快喝了，快喝了。啊！这什么酒？味道怎么有一种怪味道？哼。拜托，这个是我特调的，我是用的柳橙汁加虎骨酒加森茸酒，调和起来就叫做大哥。哦，这么猛啊！哦，哇，好酒。快，喝完它。
真的来了。哎，各位各位各位 ，Sophie 啊，寄信来了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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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啊，她跟她老公和好了，真的？哎呀，真的是好消息哎！那我就安心了。有照片呢，哇！写什么？哎，奶奶、素兰干妈、晶晶干妈、uncle 叔叔，我想你们。哦，天气！他说他想我耶，想我。哎，我把这张照片丢起来做纪念。哎，喂喂喂，我相信的，不学是我的。看来这小鬼的杀伤力啊还是存在的。我就说啊，你这样是不行的，你知不知道你叫什么叫姑息养奸。哎，天底下哪有一个媳妇儿这样子打婆婆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这种人我都看不过去了。没关系，我明天我带你去验伤，然后啊，我们到法院去告他，告他到死。啊？什么？你不要验伤？哦，你怕什么？怕你儿子跟媳妇的感情被伤害到？幸亏，要换做我的话，我早把这种媳妇给休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儿子也可以登报作废啊，哪有这么不孝顺的儿子啊？是吧？哎，不是我在说你，我觉得你呀，真是犯贱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你就这个毛病，对不对？你是有被虐待狂是吧？一定要被他打死是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不可能的事情了。好了好了，那你不去告他，那就算了。那明天我们再聊了。OK， 拜拜。陈世昌。我讲个电话是碍着你了吗？哪有啊？哪有？那你干嘛？一个晚上一直跑厕所啊？跑厕所，跑厕所干嘛？跑厕所就要去尿尿啊，不然跑厕所干嘛？你骗鬼！啊？尿尿。对呀，哼，我看啊，你是嫌我讲电话长舌，吵到你睡觉，所以你三分钟上一次厕所，冲一次马桶，三分钟上一次厕所，冲一次马桶，对不对？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又不是今天才知道你是长舌妇，我怎么跟你抗议呢？再说我抗议有用吗？说的也是，敢跟老娘抗议，你给我试试看。哎呦，哎。睡过去。奇怪了，这两天怎么老是频尿？光是整天跑厕所我就累死了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哎呦，难道是那天和宫卫的痞子王他们去云霄天使惹的祸？不可能，那天我也没做什么事儿。我要是真的没什么事儿，为什么我老想上厕所呢？难道我现在还这么懵啊？喝醉了还能干那档子事儿了？可是最重要的，到底是谁把病毒传给我的呢？莫非是人长得甜又最会念的 Julie？ 可是好像不对啊，
我叽里叽里，最后是被痞子王带出场的。看来是乳沟妹 Sandy 的，她一直晚上在我身上磨蹭来磨蹭去的，应该是她。不过也好像不是啊，她应该是被小蔡带出场才对啊。那有可能是 Kiki 哦，虽然她是泰国来的人妖，不过身材还是挺火辣的，搞不好我就是失身在她手里。她好像是跟小毛走了嘛，那还会有谁呢？难道会是最丑的小凤仙？该不会是小凤仙吧？毁了我一身的英名啊！不行，我去尿尿。你干嘛你？你单身得当啊！待会真的要记住哦，有空一定要去买早餐来吃哦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你都说了十遍了。说了十遍，听到了就要做到啊，懂不懂啊，陈老师？懂，陈师母。真是我的好老公。我知道，我的健康呢，就是你的幸福嘛。对，你的幸福呢？我的幸福呢，就是你们陈家的面子跟里子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老公，走了。I love you， I love you too。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妈，妈，你的命好好哦！你都可以睡到这个时候，你头拢把卡撑安呢？命真的好好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儿子哦，他好可怜哦，一大早要去上课去上学，都没有人做早餐给他吃。喂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